这真的好方便，什么很方便？再来是马铃薯，种子加木树苗，有嘞。种子加树苗，合成蕨类。早，早安，早安。和骨粉、种子加原木，我才想说原木也长太慢了吧。窟窿不用打，做物资塔就好啦。做神怪塔，打怪就好啦，不需要物资塔。下一局，退休。骨粉，这个吧。好的，我们有岩浆桶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，饿一下了，然后后面再把这些田往下种，这样就大功告成。再来就是什么？是被吸走啊！天哪，等下我太气了，哎咻！虽然这个被烧还是会被烧掉啊。哎，是对面呢，西甲。先多挖一点，我们来做火吧。
好困惑哦，所以是先做熔炉出来，然后烧石头。没理解错的话，做熔炉出来，然后鹅卵石啊拿进去烧，拿进去烧。好，不能戴耳机挺难过的，所以你是在上课，然后开着偷偷开着音量那样子听哦。静音状态看片，对啊，暂离去买早餐，晚安。鹅卵石制造机的另一边用石墙堵起来了，你是说这边吗？可是这边堵起来的话，会有个问题耶、欸。你看哦，比如说像这样堵起来，我就只能抬头挖了、欸。也好啦，看看天空。感谢你的意见。蹦，爆，爆。哦，可以了，我来做铁镐。哎呦，没事，多叫了一下，一二三。耍白痴，刚刚没烧到，吼！好了，准备要避难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应该这样就行了吧？
啊，浪费时间，浪费。半装还是喷出去吗？会啊。因为它挖掉的方向是随便乱喷的啊。专心上课哦。想卡键，我想去拿东西吃，可是我没有橡皮筋啦。有，我卡一下键哈，我去拿一下。拿一下阿给，早餐有阿给，想说留到中午吃。好了。站你一下下哈，回来了，期末加油！哎呦，还是好好念书啦，真的念书，虽然出社会没什么用，可是毕竟你是花钱去学东西的，你就不要浪费钱在做一些浪费钱的事情。就像我现在去报了那个健身的那个会员，每个月要缴1000多块钱。而且我这个月只去一次哦，我真的是在浪费钱，没有太忙了，没时间去。你看，为了赚钱，我本来是这时间都在健身房的，现在却在赚钱。感冒好累，感冒哦，这次感冒真的很恐怖哎。我身边有人感冒啊，可是他一直没有传染给我。
我键盘比较麻烦，是因为它太高了，键盘叫什么键帽太高了，不像一些便宜的键盘可以用10块钱卡住，我的键盘没办法。它、啊、还好是滑鼠后面的凹槽，可以用橡皮筋架。买太好的烦恼吗？有一点。没有，这个是兔子送给我的。然后送的我就更舍不得换掉了。可是之前的滑鼠是逼不得一定要换掉，因为那个滚轮已经滚不太起来，所以前阵子玩麦块的时候，会觉得我怎么键盘那个快捷键上面的东西，为什么好像有点飘得很慢？就是它滚一下可能会多滚一下，或是我滚两下才滚一下这种感觉，真的不得不换。不然之前那个滑鼠也是兔子送的，那现在买的新滑鼠是同一个牌子啊。我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很舍不得用一些东西的人，尤其是消耗品。像我玩线上游戏啊，魔兽世界那些，只要是那种洪水有的没的，我都一定舍不得喝。那些新什么新手药水啊，有的没的，都已经度过了新手村，我还在身上。可是有些新手药水就是限1到10等，结果我已经11等都还没喝。省成这样子，你看，三个，其实啊，好像不需要换到这么好欸，继续用石膏就好了吼。啊，你怎么还没长大啊？所以之前兔子从西班牙带那个饼干回来给我，我那时候真的是舍不得吃，然后被他骂到已经放到过期了，他那时候超生气。气到讲了一句话说，你再这样子我以后不买东西给你吃了、哦、我就整个吓到，我说好，我吃。很多啊，还有什么？之前你们很早期那一群都在偷偷抖内给我，哎呦，没有控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滑鼠下面积灰尘啦、啊，才刚买欸，积太快了吧？就很早期，我那时候刚开始实况玩那个什么新入股的时候，你们抖的那些钱，我真的是都舍不得花、啊，对面怎么挖掉了啦？要放土的，放木，
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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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气死，气死蛋糕。这样应该就不会挖掉了。好，继续聊天。这个角度再高一点。好，这里。刚聊到哪里？哦，就是你们那些抖内的钱啊。最一开始真的舍不得去领出来用，但后面就是生活基金已经干了，对啊，就是之前工作的钱花完了，所以就忍痛去把它领出来，拿来做商品啊，有的没的，买游戏，然后在游戏上氪金，都是用那一边的钱。基因看便利好，有啊，讲话有声音啊，没声音吗？有变小声？不是啊，因为我吃东西的话，你知道这个位置吧？这个位置是因为我在吃阿给啊，这个是平常讲话的位置。那这边是啊，这个啊，刚刚吃阿给的桌子比较远一点点。还有就是，不是啊，题外话啦。后来想想，我们好像用原木烧木炭，是不是更划算？也不会哦，好像反正鹅卵石可以产木炭啊。我在想什么？算，反正现在就是挂着聊天。对啊，树还没长出，哎，烧起来了！啊，算了。刚刚就是担心说会不会木头被烧起来，啊，然后把我的灵敏度又去调到了那样。好了。等一下哦。啊，吃西瓜！假西龟。金矿能干嘛？青金石附魔，蜘蛛网变成线，金矿加线变成沙。荷叶、丛林、树苗、黑橡木加石头等于粘土，
好哦。感觉啊，还是不要开那加速好了，现在已经够了，已经度过前期了，再开加速就哦，妈妈咪呀！再换点碳。我怎么换这个啊？好，继续挂台睡觉，晚安。换铁，要不要换黄金？换黄金要干嘛？请问换黄金的用处在干嘛？金苹果都不需要，就不知道打凋零了。鹅卵石制造机用石镐就好了。有没有要挖钻石？而且你挖再快，你要等它生成出来啊，感觉石头就够啦。不是，我刚刚是想要那个做工作台。我想说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比较不麻烦，他想想算了。好，对啊，我刚以为那是煤炭砖，不是矿。刚才想其他，就在想那个啊工作台的事情，然后所以才很像合错那样子。快板就是挖矿游戏啊，它是就是标榜一开始的用意就是在挖矿。你们看这画面会无聊吗？还是我们来画画？可是画画我又手感有点没有起来欸。我是最近找到一个很棒的笔刷，因为有人帮我用，可是现在就是有点没有手感。有 GIF 胆又下面的工作列东西不会慢慢增加啦，傻喔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挖爆了一堆铁镐了，一堆石镐了。有啊，我刚刚就是想要盖那个漏斗，可是这样子我箱子要往下挪一格欸，
或是我再去盖一个新的鹅卵石制造机，因为这个原本就是临时的，所以我现在要盖一个新的。那现在先弄个熔炉。再晚一点吧，先让我再休息一下下，我再构思我的想法。因为我还是要找游戏撑到1月10号，1月10号《魔物猎人》改版，所以那时候之后的台就会拼命都是《魔物猎人》，可能开个16小时以上也说不定哦。不是那个用漏斗的话，它还是会弹出去啦，还是会乱弹，除非把就是把上面屋顶那些补起来。哦，看好气哦，我去换漏斗，我去换漏斗。哦，可是上面补起来我就不能抬头挖了呢。对啊，这个如果补起来的，我就不能抬头了。换一个。白痴哦，就是怕，我才不想出来的哦。白痴哦。刚就是害怕夜妹会出来，所以我才一直躲在下面不想出来。哎、欸，好饿哦！等一下我去把粉丝送的饼干拿出来吃。然后没开音乐的还想说在干嘛？换一换怎么跑下去又不做事情？会不会玩那一块？热是早就吃完了，先把肝养好，到时再掏出来。明天要去看棒球总决赛，不是啊，那个。我现在就是要先赚钱，老了之后再用钱去换肝，先用肝换钱，老了再用钱换肝，这样子完美。不然我现在有肝没有钱，怎么成家立业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在拿巧克力。好了。没有，我反而是包裹，我有包裹要给哈记，而不是他给我。他应该没东西给我啊，我有东西要给他。那个东西就在我的快捷键最后一格。对啊，反正
有钱能做很多事情啊。你看，你有钱还怕买不到肝吗？哦，这巧克力蛮好吃的哎。我那时候想说，这没看过，吃会不会很雷？就是那个瑞士三角巧克力吧，还叫什么的？就是那个一个长长的三角形，然后中间都是三角形的巧克力。然后这个粉丝送了我两条，而且很大条哦。然后一条是原味的，一条好像是牛奶巧克力，就银色包装了。我想说这个没吃过，先吃这个。啊，结果还蛮好吃的哎，赞哦。还好这次有说，我比较喜欢吃巧克力，虽然巧克力有点贵，可是也不用买太贵的给我，便宜的就好了。因为吃巧克力可以让心情变好，吃乐事虽然好吃，但是会让痘痘变多。嗯，好吃。巧克力很苦，你不爱吃，你可以吃牛奶或甜的巧克力啊。我是蛮喜欢吃苦的巧克力啊，因为我喜欢用含的，然后在嘴巴就会慢慢变甜，这样子。巧克力吃多了会长痘痘吗？我怎么吃的都没长痘痘啊？巧克力会增加糖分？不会啊，你在吃纯的啊。健达太甜了啦，我那天就只想说好久没吃。